还有什么事？我们再坐一圈。啊，好。没这个必要了吧？我话还没说完呢，再坐一圈。啊，行。 跟什么？一直以来，我都是以毕小然的身份跟你在一起，可是毕小然不喜欢你，所以我刚才是以毕小然的身份跟你分手。现在跟你一起坐摩天轮的人是江离离，江离离喜欢你，你愿意跟他在一起吗？ 不用很快答应我，可以再好好考虑考虑。不好意思啊。 我们再坐一圈。啊啊！行。你可真会承认啊！这都三圈了，快结束了，怎么还不下来？不，现在这年轻人简直是风筝下，生风败俗。 算了算了，不管了。是年轻的时候还没疯狂过，我以后要给小亮也试试。哎，等一下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是答应我了吗？快点，快到底。啊。